别搞我了。就是因为跟那谁，就是那个同党，他们不是一直在说什么孤城成面吗？那个同党就是那个假，他的那个假爹的同党，所以他的那个同党知道他当年杀了他的亲爹，然后最后就交代了，交代了之后呢，他就不行了，他就给人杀了，他就把那个假爹杀了。就反正就是这种细节，最后他把那个战犯嘛，他不叛乱嘛，他叛乱给他弄回来了嘛，弄回来过后不是去拷问嘛，后面反正应该就是我这两集没看，但反正就是拷问出来就知道他骗了他这么多年，而且杀了他亲爹。你觉得是一个好看人知否？他俩是一个笔名的作者，很像啊，我这个太爽了。就你没有发现他其实也很难像《甄嬛传》那样，就是气到死。上头，对，他这个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帮上来扫气，就让他爽，对，知否是属于你，忍忍忍忍，哐来一个大石头，你大头。我觉得这种才，你像甄嬛也是，如懿也是，他这也太爽了，他这就是，就最多让你难受30分钟，马上就爽。对啊，他这个喷的太难受了，一周就跟6集。再普的我都忍下来，一周不是一周一集，一周一集讲了3集回忆，等了3周那个架就是打不起来。然后那个谁什么也很夸张，《斗罗大陆》星期六早上10点更，每一周掐头去尾就10分钟，不行，我决定要停一段时间，我得等他更完了再看，要不然太闲。还有那个18块成熟了，全部提前看看，你只要花钱就行。18块钱，全部就从头到尾。行。你会正牌的分享给我们吗？对呀，你买的你分享。那不行，那是不能。尊重著作权，自己看自己的画，歌都没整明白，你还在这看灵魂。你的小小花花城，人家就是林不疑，他爸根本就不知道他是霍无伤，否则不会把他带出来。当年他屠城的时候，把他自己亲生儿子挂在了门楼上。但林不疑既不知道，他还有一拳打，他也不让人说。你看那假剧透，对呀、啊。